哇，霸王今天好热哎。对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蓝牛车水不能穿成你这样，像我这样穿的轻便一点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就是有好吃的，然后又有冷气。哎，到了。哎，对。哎，汉翔，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谢老宋吗？不知道，因为这里除了环境舒适、食物好吃之外呢，油发大哥在这里等很久了。哦，油发大哥，还好意思呢，我约了老板呢、我们的宋超老板跟我坐在这边等了老半天了，都是汉翔，来牛车水，都是汉翔在那边打扮的美美这样子，就要穿的轻便一点。可是你没说油发大哥有来啊？哎，你们干嘛？我不能来啊！我跟你讲，没有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特别介绍给我们的鲍红，对，鲍红说，对，这里呢有很好吃的螃蟹，听名字你就知道了，蟹老宋，蟹老宋有个蟹字在前面，对，而且味道非常的香，是不是、我跟你讲，其实呢，我们刚才已经order好了，然后就等你们两位来。你看你们多红，除了我们好像大牌，除了油发之外，还有我们的老板都在那边。老板你好，老板你好。哎，我们的宋老板你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小孩子不懂事，经常喜欢迟到，吃饭也迟到，上班也迟到，睡觉还睡不醒。我们会好好反省的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好，哎，老板呢？其实今天呢，我来叫菜的时候呢，老板就告诉油发了，今天我们其实。我又怕你们吃不完浪费，所以呢就叫了三道这里最有特色的菜。你知道吗？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呢，其实呢这个是属于很好吃的。老板来说什么名字？这个是老宋柴鱼锅。老宋柴鱼锅，听到了没有？发财的财，是发财的财吗？对，发财的财。为什么要把这个鱼取为柴鱼锅啊？因为这个鱼本身它是其实是叫柴鱼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黑鱼，黑鱼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柴鱼，所以我们就取它的谐音意味，就是发财的意思。哦，可是有那么多鱼，为什么要选用柴鱼呢？因为柴鱼的肉质它比较 Q， 然后就是煮出来汤会美味一些。这样子、老板呢，刚我们叫的那锅来了。哇，这个还要开火，已经有火了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叫野鸭锅。野鸭锅。对。其实叫野鸭锅，你们不要误会，因为本地食材的关系，我们这个只是取名，对，取名叫野鸭锅。然后鸭子是用本地的肉鸭，然后酱我们是用的比较特色、比较特别的鸭酱。其实呢，今天我这三道菜，跟我们说的这个柴鱼锅、野鸭锅，还有这刀，哦，好，哇，爆红肯定喜欢。我是为你叫的，你知道吗？感谢你啊。那我这个虾呢，是为了你叫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感谢。广东话嘛，这个虾广东话叫哈嘛，给你羞哈哈，就笑、笑过笑哈哈的，对，就笑哈哈的意思。那这一道呢，其实就很特别，那是这个虾蟹一锅。你看，我们这边都是锅。都是柴鱼锅，对，野鸭锅，哇，还有这个虾蟹一锅。我想问一下我们老板，其实这个湖北菜一般上它特色在哪里呢？湖北菜它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酱，因为其实湖北就是在湖北就是它的特色酱有大概有七八十种，然后我们就选了比较最经典的，里面大概有三十种酱料，然后一起熬制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湖北菜主要是以酱料为主。对，以酱料为主。所以就是不管炒什么菜，一定要放一些酱料。对，是不是？它的酱料不是沾的，是拿来炒啊，拿来熬的，是吗？对对。哦，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三道菜呢，刚才老板也是很老实哈，他说这个只是取名野鸭锅，它不真的是野鸭子，只是说取名野鸭，但是还是用这个当地的肉鸭。对。那我们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黑鱼是吧？对。那黑鱼，我在新加坡听到，你们听过方言叫什么黑鱼啊？草鱼吗？不是吧？不是草鱼，就是这边的叫生鱼。啊，生鱼。生鱼啊，明白了。啊，老板这么说生鱼我就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吃生鱼片，尤其是你知道有些人呢，他们就是 sorry 啊，比方有些人动过手术的喜欢吃生鱼，新加坡人呢、比较健康吧。中国是不是这样？中国也 是, 也是吧，他们喜欢拿这个生鱼熬汤。但是我看到你这个柴鱼锅啊，这个汤汁呢是白白的，是有加了这个炼奶呢，还是有加了一些什么呢？我们是用加了一点点炼奶，然后主要是以我们熬的那种骨大骨，然后就是一起熬的。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汤是属于高汤咯？对，是高汤。是高汤啊。这个熬的时间有多长啊，老板？熬的大概有五六个小时吧。啊，哇，
好久哦，这个你刚刚所说的大骨汤是用什么大骨熬制的？鸡骨，然后猪骨一起熬，当然还加了一些另外的一些配料在里面了。好不简单的一锅汤哦。是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三样，我想问一下汉翔，其实你看这三样，我们说呢，吃东西是要色香味俱全嘛，对不对？它都具备了全部的。我们这三道菜的颜色已经很齐全了。我想问你，你看这三道菜，你最爱吃、最想吃的是哪一道？我现在一看到，我最想吃的是这一个哎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爆红，你最想吃的？我当然是这锅螃蟹了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既然你们两个选了这个呢，我就想看看这个野鸭了。鸭锅，不过想问一下老板，一般像你们这边吃饭的，就是他们都有配饭呢，还是说你们有些特别的，好像北方人很喜欢吃馒头啊什么的，你们是有配的，还是说真的是跟这个饭一起送人吃的？我们是有配饭的，哦，是有配饭的哈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些酱料哈，那就是拿来就是淋在这个饭上，饭上面吃，应该是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，绝配，你知道吗？绝配。可是老板说这边的菜呢，一般上都有辣的哎。那后来我也问过老板了，老板说在这个湖北的菜其实也不一定真的是全辣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来到新加坡以后，你的这个蟹老松变辣了呢？因为主要就是一方面是因主要是因为请了印度的这个厨师是吧？是为了迎合本地人的口味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新加坡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旅游城市的国家，是。因为这边就是。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“四辣三分味”，它就是有辣，它的味道自然就被调出来了，就会调出来。四辣三分味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吃的这三道菜，是不是可以这么讲说，基本上都属于辣的呢？三道菜基本上都是属于辣的，但是这个辣度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去调。它有就是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菜都有微辣、中辣和特辣三种，就是微辣、中辣、特辣。对。所以我想问一下哈，这个今天我们的是属于微辣呢、中辣呢，还是特辣？这个是中辣。对。那哪个是微辣呢？这个应该是微辣吧，看它的颜色。这里那这个是特辣咯。没有，都是、哦，吓死我了！不然你怕吃辣的？对，我怕辣，因为我觉得特辣的话就觉得会，哇！其实我妆会融，我妆会融啊！你化妆哦，哎，对，出来好自然嘞，不然怎么今天会迟到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说出口了。你看我跟老板都没化妆啊，气色还这么好。你还化过妆啊？没有啦，为了节目效果啦。啊，这化妆师真厉害，谁给你化的？你姐啊？没有，我娘。好，那其实我只是觉得，像很多人其实以为油发很怕吃辣，实际上我真的怕吃辣，但是我怕吃辣不是因为我不敢吃辣，我在家我爱吃辣，因为我吃辣，人家说吃辣的人很会流汗，表示身体健康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血液循环很好，对，很好。好像我呢还不用吃辣，我一看你就流汗了，那么快，所以我的身体超好。所以我在外头呢，我以前我们的经纪公司的人不让我在外面吃辣，他说油发配没有形象，所以我在外面从来不会想要吃辣，而且我已经习惯不吃辣。可是我在家我吃辣的，你知道我在家吃辣我怎么吃吗？我知道，我看过，放过一条毛巾，对，放个毛巾，放个纸巾在头上，对，让它吸水。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三道菜真的是垂涎三尺。老板，你很想让我们先试哪一道呢？我觉得让你们先试这个虾蟹鱼锅吧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这个爱吃螃蟹的人，爱吃螃蟹的人，对不起了，我想吃虾。其实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虾哈，老板，我们这个虾用的是什么虾呢？我们这个虾用的是本地的明虾、老虎虾。玻璃虾。对，玻璃虾。可以用手吗？可以。其实我觉得用手比较贵。观众朋友，想吃好吃的吗？我们的蟹老送这里啊。其实我们今天这道菜呢，叫做这个虾蟹一锅啊。那么。我也用手了，觉得比较方便。对，老板，你说这个酱料是用几种调味料调成的？大概有30多种。哇，这个虾这个用30多种的调味，不简单。我感觉这个蟹真的很好吃哎，微辣，真的有微辣。好吃，真好吃，爆红。你爱吃螃蟹？来告诉我，你吃了这个调味料感觉很辣吗？有一点，它是微辣而已，特辣你怎么办？哇，这个螃蟹你看里面有这么多虾膏哎，太好了，这个虾膏肯定是我老人家吃的，蟹膏我老人家吃的，你们年轻人别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你们不好？怎么了？对我好？我觉得是他想要吃。
一直找一种理由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哈，先把我们的地址还有这个订购热线告诉所有的观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三个人不要把那种大咧咧的吃相呢展现给所有的观众。可是真的太好吃了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的，观众朋友，你们想来的话呢？我们的这个谢老兄就在这个史密斯街，对，16号。嗯，那你其实走在这边呢，只要注意望一望，16号谢老宋招牌呢是红色的，很容易认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其实如果说大家订购的要这个打电话预定的话，也可以的哈。电话号码呢是62501158，62501158。那其实是要打电话订桌吗？平时？对，平时是要打电话订桌的。一般什么时间会比较忙一点？一般都是在晚上。周末。周末当然，每个周末肯定都很忙。平时就是在晚上大概6点到9点半左右。有个问题想问老板，老板你可以叫外卖的吗？这一家就是如果我想要在家里懒惰出门买东西的话，可以叫外卖啊。嗯，也可以叫外卖，这个电话也是同样的一个电话号码，62501158，记得62501158。如果还是记不住地址的话，看看这里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吃饭了，老板我们几下吧。好，加班喽，加班加班喽，开动喽。